我今天去打拳啦，所以我现在整理一下我凌乱的包包。啊，这个是一件暴汗衣，就是我穿这个会出非常多的汗，所以可能等一下刘海什么的也都不见了。这个是我没力气的时候喝的，喝一支壮如牛。这是一个胖子的日常，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用来出汗、各种减肥的设备。之后我会跟你们慢慢分享。晋江就是一个神器，就是一个筋膜按摩枪，然后而且我有点偷懒，所以用这个可以提前热身。好了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们出发。今天是我的第三次训练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了。准备 ，Go！ 1, 2, 3，自己的肩胛这个地方。尝试做一次啊，每堂课必做。你只要这个时候力量点找到了啊，往我这边来，对，身体往我这边来。我来不了。放松。他要打我！放松，这个地方压。啊！放松，往前。好，顶住啊！对，好，坚持住。很好，很好啊！两个手，左腹右腹稍微打开一点。一，来，放放放放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啦！刚才我们的魔鬼教练，给我训练了最基础的泰拳格斗式的空击，然后还有挥拳的动作，那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些女孩子保护自己必学的技能。希望我等一下能在实战中能用到，加油！现在开始他的打靶训练，来 ，Go！ 漂亮，来，漂亮，可以，再来，可以，哎，好腿，腿好，来。行不行？行。啊，来，一二三，四，举起。棒，两棒，哎，来。哎，哎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再来。训练了一节课，这是我第三次上的这个泰式拳击课，很爽。然后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棒棒哒，很 man， 超级凶，超凶哦，还需要加油哦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！